你疗伤的这几天里，我已经乘机吸收了魔毒斑，升到二星斗宗了。这全都得仰仗蝎鼻炎送给我的晋级补品啊！看什么呢？看你恢复的怎么样。 谢谢你，萧炎。你将这丹药服下，两三日内应该能够恢复到巅峰。对了，你的恶难毒体怎么样了？还好啊，不过感觉距离爆发的时间应该只有两三个月了。这叫还好？没关系了，就算毒体真正的爆发。 反噬了我的神智，但那时候的我也绝不会不认识你。净说胡话！放心吧，这两三个月中，我会将天毒蝎龙兽的魔核弄到手，到时候便能令你彻底的将恶难毒体控制住。其实，先前就在这洛神界内，我就被一头七阶天毒蝎龙兽纠缠过。 真的吗？就在这洛神界内，你是怎么遇上这魔兽的？那家伙好色很毒，看样子也是窥伺我这恶难毒体。当时我正躲避冰河谷的追杀，不想节外生枝，便想办法逃遁了。这该死的魔兽实力如何？我虽没与他确切交手，不过照我猜测，应该算得上是八星斗宗了。八星斗宗。 若是你我二人联手要将其斩杀，也并非不可能。不过不知道他是否有着什么底牌。这魔兽身为洛神剑一方霸主，势必麾下也聚集了不少实力强横的手下。我们还是要多多准备为好。我来安排，等新兰和帝妖鬼回来，我们就去会会这天毒蝎龙兽。